今日就同大家带嚟最新嘅 BB 九E 遥控玩具。咁咧呢一個咧，其實同上一代嘅 BB 八遙控玩具咧係非常之相似嘅。咁呢個新角色咧係最新一集《星戰最後絕地武士》裡面新出嘅機械人啦，咁係間角嚟嘅。咁啊，其實佢個玩法咧就同上一代 BB 八好似，咁咧大家係可以用個 app 啦，亦都可以用九月尾推出嘅手環啦去控制佢移動嘅。同埋當中裡面有個 function 咧，就係可以俾大家畫一條指定嘅路線，咁就俾呢個機械人仔跟住條路線行。同埋咧，可以配合佢自己本身一個新嘅 AR 裝置咧，咁大家可以模擬喺飛船喺星球大戰嘅飛船入邊點樣有呢個公仔控制去睇飛船嘅環境嘅。事不宜遲，即刻同大家試下呢一嚿嘢究竟點樣玩啊！真係激死我，又甩！咦，但係佢 OK 喎，佢個頭甩咗，其實唔關事嘅，即係佢個波個身先係重點喎，已經激死咗啦！哎呀，好難攞到 S 翻嚟，攞唔到仲要兜大圈添，唉，我唔玩啦！好，大家頭先見到我玩完，真係實行去揸佢啦，同埋畫路線俾佢玩咧，都會發覺其實佢移動速度好快嘅。所以大家如果移動佢避開啲障礙物啊，或者要控制嘅速度咧，都需要花一定時間去練習。咁同埋咧，大家會見到我頭先咧經常性地撞嘢咧，個頭係甩咗出嚟嘅，係唔驚嘅，因為個頭咧其實係裝飾嚟嘅啫，主力控制佢係你個身行得你個身嚟嘅。咁啊，仲我提提一點大家啦，如果係要玩佢嘅話咧，記得預留一個比較大嘅空間，因為就算畫圖啦，定係控制咧，其實佢嘅速度快之餘咧，佢需要嘅空間都比較大。買嗰陣玩嗰陣，記得注意呢樣嘢啦。